阿啾，你看我是不是小白兔？干嘛？快问我！你是小白兔吗？嗯，我是。你在问我是不是小猫咪？啊，你是小猫咪吗？北七哦，我是小白兔啦。阿啾，这是多少？一啊。这是多少？二啊。一加一等于多少？三。二啦。阿啾，小明身上有14颗苹果，身上有10块钱，每颗苹果卖2块钱。那请问小明有多少钱？14×2，28块。10块钱啦。